要 cheese sauce 了，能有韩国的这个就是意大利的，这辣酱的韩国不用紧，你们就 normal 啊 normal。那个 cheese 我们要等到你们要分的时候，我们才下单。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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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那边可以 serve 更多，那边 serve 更开的。好好好。说到那边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像 army sauce 啦，好像也没有 cheese sauce 的时候，所以我刚才有跟他们，你们想吃怎么样的辣不辣？啊，有没有不要太辣？那个我们的新的 sauce 那个 rosé sauce 啊 rosé sauce 现在就是口味要在一个 trending sauce 一个口味 sauce 还有什么 sauce 你 set 这个 rosé 就是 mild spicy 或者是 kimchi mild spicy 还有一个是 extra mild spicy 啦 extra mild spicy 啊你是你说不要有 cream 的是吗好像我们有开口可以选一种做法对有开口的那如果你想要等下吃下去，可以吃下去。OK 了。你们要拿那个西梅车。西梅车是什么啊？西梅车猫头鹰咯，就是猫头鹰。啊，小辣的。什么颜色？一点都不辣。红色。啊，红色的。还有那个西梅车的，西梅车。啊，外地。随便你吃。但是你要看一下那个烧烤。好啊，好啊。可以。那个感觉，我们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就是。哦、oh, ，OK， 对呀，这样比较容易看，对，容易看。OK， so 啊，刚才你说的 kimchi sauce 啦，就是加 mouse spicy 啦。有 kimchi 的 mouse spicy。哦，明白了，就、so, 一种 sauce 有 spicy 的 level 这样啦。啊、then cream sauce roll 就是啊，有薄皮加 cream 啦、啊，对，就是新的 sauce、啊。OK。哎，这个的颜色是什么啊？这两个？这个炸酱是那个辣的，泼辣的哦。这个就是辣的啦。这个是 extra mild 就是很小的、哦。很小的啦。哦。OK 了，我就拿 signature sauce。signature 猫。啊，猫啦，猫白鸡啊，猫白鸡啊。OK。啊。然后，那你把 ingredients 哦，自己拿吗？啊，我。哦，自己拿哈 ，OK。所以它是辣，我们会只看一只的。好啊，你们看，好，看你们要不要自己。好，自己选，好。我叫阿姨来拿，哈哈。这个还有发现。